我都看感动了，我局长不只是哭，整个眼白都变成红色的了。我天哪！哇哇，真的哭了！哇！哎，我看到局长这种表情，我都哭了。你刚刚说那句话的时候，差点没抽你。不是，局长最不容易就是看着你的脸还要这样演，太不容易了。我长得多像局长啊！那局长，你再看着这张脸，你就算了。就是。 爸爸，今天之后小木木长丑了。爸爸，小木木毁容了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宇哥来，干嘛一定要我？我没有演过戏。薛导，宇哥演啥？宇哥，这是年纪到了。嗯，哎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别想什么，别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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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
少了，现在是你最后一个孩子跟你说爸我走了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杨迪来，我杨迪配合一下。爸我走了，我那个明天就要上班了。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没事啊。然后没事打电话给妈妈。知道。不管在外面碰到什么事情回来，爸爸妈妈永远在你身边。爸爸，你好走心啊！我不走了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工作在外面。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你发现没有，像我们这种人到中年啊，有孩子之后，你说到孩子的事情，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，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不是说我们不会，是我们心里面装了很多，只是一旦你需要一调动起来，因为这个剧情非常符合，对，过几天我就要把两个儿子都送到美国去了，对，然后我送到美国去，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自己就回来了，这样，空巢老人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想要、很有情绪，很有情绪，对。